当两个人爱上了，要结合为一，这时候他和他和很爱在乎关心新郎的他，他就变成两家人的事，还有一大堆拉拉杂杂的人和事情。这就是结婚那件事。200座，在新加坡最豪华的酒店。Sorry 咯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阿塞的儿子也是很有 power 的。我会好好照顾子欣，我会给她一个很隆重的婚礼的。要维持婚姻的秘诀，把钱还我。子欣煮东西很好吃的。哇，快手面啊，进不了啊，还会加料啊。哎，我BB真的不一样的，他是绝对不会骗我的。爸，爸，爸都没晒到，爸，那不是刚刚去了美国，爸都没晒到。哎，他怎么那么厉害？那么厉害都不够的。要给多少聘金呢？那就要看你们给多少的嫁妆喽。这是我爸，阿塞，阿塞了。我爸爸，柯林聪。你是柯林聪啊？是柯林聪。Will you marry me？ 新加坡有哪样东西是不起的？生育率不起啊！哎呀，死你紧呐！喂，你赶快搬，你准备给我搬回来。Sorry，Sorry，Andy， 我唔在吗 ？Sorry，Sorry，Sorry 哈。